网友，我潘姐，我请教你吼，假定啦，吼，咱假定最后吼是韩国瑜真正赢啦，你会安怎？不可能的代志啦！大赌韩国瑜一定不会当选，王世坚再发赌誓。不可能的代志，不可能的代志。哦，安尼我真正爱过去跳海啊！有没有听错？又拿跳海当赌注？回头想想，王世坚发过的破功毒誓可不止一种。当初打赌蓝军不可能八席立委全上，否则跳海。结果最后他偷偷摸摸去跳海，还曾打赌小英落选就要高空弹跳，甚至曾经跟韩国瑜对杠要吞曲棍球。如今又发赌誓，蓝军劝他要想清楚。王世坚这个傻子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，因为跳海对他有生命危险。如果我选上高雄市长，我只会鼓励王世坚跳爱河。跳海的几率非常高，不过跳多了会感冒，还是变点花样，新的方式吧，不要再跳海了，因为他年纪也大了。网友调侃，本来不想投韩国瑜的，为了看王世坚跳海，这次拼了命也要去投票。跳海剃头吞曲棍球，这回又发毒誓，王世坚意外成为陈其迈的猪队友。记者黄家伟、陈欣怡台北报道。